ピカピカチュー、ピカピカチュー、ピカピカチュー、ピカピカチュー。什么脸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想要知道是谁的错，请看。Morning， 毛月小姐，你现在带我们去吃什么？吃早餐，吃早餐。哈密瓜，哈密瓜，哈密瓜有一种哈味，哈味。芒果是 number one， 超棒的。我要去吃正宗的北京早餐。今天我们第一天 officially bump in。服务员，明明软软，你要戴口罩啊？有这个吗？前走。有有有，叮叮。房间没有开吗？啊？被锁了。哦哦。我们的化妆室变大了。全部都锁了。你们看一下厕所，这厕所是非常宽敞的，也很干净。噔噔。我们的化妆间，哒哒，他是我们的编剧 ，video。Oh my god！ 你好，看我一下脚。Are you excited? Are you excited? 其实他才是真的安安，现实世界的安安。来，两个安安对着。Everybody， 我们的 crew， 我们的 SM， Jesse， Lily， focus， focus， 哎， focus 呢？ Warm up。皮卡皮卡丘，皮卡皮卡丘，皮卡皮卡丘。Again。皮卡皮皮卡皮卡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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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皮卡皮卡丘。
can tell that it's off. Pi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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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ikach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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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ika Pikachu为什么来这一次香港的？你吃了吗？我叫了那个按摩的服务，所以就是早餐套餐，早餐配套，然后加一个豆浆，然后一个是萨斯比，外送的吗？萨斯比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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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唯一北京演出成功，是真成功。It's so big. Can't wait to eat it.